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被你偏爱？是否情话要足够动听才能叫例外？而你置身之外，不动声色就叫我一把。嗯，这不是呀，这是益生菌给你调理肠胃的，莫名其妙，不信算了。耶，在看电视呀？又没路找我，我要打电话。你先用我的新手机看，刚好得物新买的苹果13到了，都是授权的，现货买车放心。我的数码产品基本上都是上面买的，而且得物也有官方限时补贴活动，评论区还能1元抢到单品呢。我用完了，换回来吧，我换个卡。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被你偏爱？是否情话要足够动听才能叫例外？